蔡春熙博士，我们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讲座。蔡博士，您没打开声音，蔡博士，可以吗？听到吗？ 现在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好，啊、呃，我就是要写。啊，看到我的，看到您的那个 PPT，看到。现在呢？现在看到，看到。好，各位听，节日平安。啊、呃，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有关就业。 在过去几年哈、哦，重要的考古。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新月的部分。那当然，新月的部分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生平，也是有关使徒哈、哦。那其实呢，使徒那一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啊，找到的。比方说，最近呢，应该就是一年多吧，就是有那一个的啊。 啊、呃，老底家教会那边呢，就是找到非常古老的礼拜堂，就是聚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看什么是重要的啊、呃。今年就是新月的考古啊、哦，那我就选了其中五件，因为上一次我都知道了，不能呃讲太多，太多呢，因为里面呢就是时间不来不及哈、哦。那首先呢，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 把教会建立在这同时上，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有关耶稣生平一件非常重要的。如果好，我们看新约有关福音书，呃，马太、呃，马可、路加等等，很多解经家呢，都把整个福音书的转捩点放在这一件事情上。 就是耶稣在那个加萨利亚菲律比呢，就是把他的身份表白以后呢，整个的完全不同。在之前呢，他就是说做了的东西不能告诉人，哦，我告诉你，不要跟人人家说。但是后来呢，他就完全把自己要来的目的都讲了。那两方面中间发生什么，就是这一回事。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看圣经所记载哦。 那么奇怪不去了。啊，那就是两年前十月二十八号，《以色列的时报》呢，就是有这样的报道，他都说找到主耶稣以后四百年。 就是来到拜占庭的教堂，呃，那边就是有一个教堂发现。呃，什么叫拜占庭呢？原来拜占庭就是说，当那个啊、呃，康斯坦丁啊、哦，就是新的耶稣，整个罗马的逼迫就停止了。在那个时候呢，就建了一些的叫礼拜堂。在那一段时间所建的都是叫拜占庭的教堂。所以在主后四百年，在这边呢，建了一个礼拜堂。 哎，在这个礼拜堂现在挖出来以后，发现呢，在地板上有一个马赛克的地板。什么叫马赛克呢？就是用一个小的石头慢慢对成一个一个的图画。那么在那一边发现什么呢？呃，十字架，十字架大人就是跟耶稣钉十字架有关系呢。哎，我们看了前面是不是有个十字架？哎呀，圆的东江就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呢，他在这样的找出来的一个礼拜堂，旁边有一个石头，也是有一个十字架在上面。哎呀，所以地下有十字架，上面有十字架，时间就是在拜占庭的话，哎呀，这个一定是跟基督教有关系的礼拜堂。那么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经文是什么呢？呃，当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三到十九节的话，呃，这件事情呢，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受难快到了，啊、哦，他就要争取时间啊，跟门徒交得多一点，也把自己的身份表达出来，哦，所以这件事情这这一件事情有两个目的啊、哦，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原本的地方，到了该沙利亚菲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人只是谁啊？”那他们就说了：“哎哎，有人说是是洗约翰，哎，有人说是以利亚，也也有吗？也也有。有人说是以利亚，诶也可能是先知里面的一位。哎呀，很多不同的表达。但是耶稣就问说：‘你们说呢？’那么多人说，你们说呢？哎呀，当时耶稣这样问呢。” 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八月兰，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遇摄入的，呃，只是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啊。所以你有这一个看法是对，但是人不能这样看，就是有神在你里面呢感动你啊。我还要告诉你。” 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盆石上啊！这一句话就是我们的题目。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盆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你知道那边有小字，就是说阴间的权势又是做阴间的门。每本圣经都有这样说的。十九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一样；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说了，哎，这个故事发生的在哪里呢？原来是在加利利海东北二十五里。哎呀，加利利海就是在我们前面那个地图的中间。哎，加塞利亚·菲律宾在哪里啊？你看，哦，就是在上面，那边有说肯尼亚是。 下面就是说，该萨利亚，菲律宾。那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加利利总督哦，该呃西律安提帕王管理的，也是分封王腓力的领土以内。啊、哦、那怎么样啊？所以这里呢，就没有那么多，不是没有啊、哦，不是那么多犹太人到那边去，有的是主要是外邦人。 你叫他常常跟着耶稣。哎呀，耶稣今天有道有道理讲吗？哎，今天有饼吃吗？有鱼吃吗？那那一些呢，就是犹太人。所以如果他离开那些犹太人，到了别的地方，耶稣就可以专心的跟门徒有他的教导，因为他的时间不多。所以在这里呢，啊、哦，原本的那个叫盆里也是。 后来呢，就被那个肥力改了盖萨利亚啊。其实盖萨利亚就是该撒或者是海撒的城，但是为了跟海边那一个就是有分别，于是他就加了肥力啊，就成为肥力的盖萨利亚。所以中文翻译就是盖萨利亚肥力比啊，就是这样啊。 那么当时哦，为了专从另外一个尼禄王又改了名，所以这个地方很多名字。所以耶稣当时呢，就问问题说：“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其实耶稣这样问呢，哈，跟那个背景呢很有关系，特别跟宗教有关系。那么原来这个地方古代有十四座拜巴利的神庙在那边好。 就是在这个洞的附近，这里呢，原来拜巴黎的就是亚南人，就是很早已经在那里。什么叫亚南呢？亚南原来就是叙利亚，其实这一边靠近叙利亚非常靠近，啊，就是走大概哈、哦，我猜哈、哦，啊，八个小时的路就已经可以到那个盖那个那个叙利亚的边境了，啊。 那么在那一边呢，井内呢，也有一个高山。传说呢，原来就是希腊自然的神盆诞生的地方。哦，原来这个地方又是亚南神的那一个的中心，也是希腊的其中一个神的中心。那么对于罗犹太人来说呢，哎，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原来约旦河的源头就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图哈、哦。 在左边有一个瀑布，那边就是呃水源，就是来自黑门山，原来也就是约旦河的水源的所在地。所以这个地方，如果站在宗教上，亚南的啊、哦，希腊的啊、哦，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心点。但是还有第三个背景，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呢是他们就是吃水生命的来源。 所以犹太古史家约瑟夫就是说，哎，这边有一个山，山里面有一个洞，洞很深，深的最深的地方就是有水流出来啊、哦。那但是第四个呢，就是在这里呢，也就是啊，罗马的时候，当时该上，呃，就是西力王在这边建立了几个的神庙。那么你看哦，这边的左边有一个叫盆。 神的一个洞，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图啊、哦，那个是跟神神有关。呃，中间呢，也跟那个希腊的神雕饰有关啊、哦。那么还有呢，呃，在右手边圣圣神圣的山羊的那个墓的庙啊、哦。那还有呢，哇，前面还有一个叫亚古斯度的神庙，就是呢，欧古斯都就是那个阿大维啊。哦 哎呀，所以呢，这边呢很多很多的那个神庙建立在这边，跟那个罗马时期都有关系。所以呢，约瑟夫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过去呢，那个西利王就要建这一个的该这个该撒的神庙，要送给那一个的奥大维，就是该撒奥古斯都。那所以呢，我们看了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那个背景在那一边。 所以呢，耶稣找这个地方来拷问他的门徒，其实呢，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一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他好像呢，啊、哦，就是背景，就是有四个不同的背景，他自己呢，就把自己放在世界宗教哦跟历史重要性的中间来做比较。你说我是谁？你比较希腊的、亚兰的、罗马的神。 我跟他们比较，我是谁？哎呀，所以呢，当这样问的时候，这个彼得说：“你最厉害，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世上的神明，有哪一位能够有资格跟你比较呢？”哎呀，所以呢，彼得所说,说的呢非常重要。所以他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哎呀，我们就说呢，彼得猜的对。哎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将要问那个问题。 到底现在怎么样？现在就是说，在这里，耶稣问彼得说：“你是你？”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跟他说：“我要把教会啊建立在这磐石上。”那么，当讲这一句话呢，非常重要，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两个有不同的解释。 跟分别啊，那么基督教就说，耶稣说你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你是彼得是石头，我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盆石，我才是那个盆石，所以教会呢要建立在基督上面。那么天主教就是说你是彼得，教会要建立在这，就是你的身上，就是你就是教王。哎呀，所以呢，如果说 比的是教王是根据什么？天主教就是根据这一个，但是基督教就说根本那一段经文不是指彼得，是指耶稣自己。哎呀，所以弟兄姐妹，到底那个是指耶稣还是指彼得呢？当我到以色列念神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带我们去那边，他就是说，不是指耶稣，也不是指彼得啊，两个都不是指，那指什么啊？ 是那一边的盆石，你刚刚不是看到很多盆石吗？我跟你说，这些所有的盆石都在那一边，而且呢，那个盆石的旁边有一个洞，那个洞叫什么呢？原来那个洞就是叫阴间的门。我们如果看中文的翻译，阴间的诠释，哎，为什么？ 原来呢，它原本的应该翻译成阴间的门才对，但是在这一边有阴间的门呢，很奇怪呀、啊，不如就翻译成阴间的权势吧。所以呢，在那个石头的旁边有一个洞，古代就是称为阴间的门。但是那个阴间的门是什么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他们认为那一边就是巴黎，就是呃有巴黎的石四做的神庙。 原来巴黎呢，每一年有下雨的那那个时候呢，它都从那个洞上来下雨了。如果雨季过了以后，它就从那个阴间的门走到阴间去休息一下，然后呢再从那一边上来。所以呢，阴间的门其实才是那一段新闻的对，但是阴间的门的旁边，也就是有一个盆水。其实耶稣所说：“你是彼得，我要。” 把教会建立在这盆石，是指到该萨利亚菲利比的那个盆石，不是指耶稣，也不是指到耶稣自己。如果是指到那个盆石的话，教会建立在这个盆石，盆石也在那个阴间的门上面，教会的力量、教会的权力，要比阴间的门更高。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哎呀，所以呢，我们了解呢，原来呢，那一个意思才是当时那个背景的意思，那现在来了，原来呢，当说这一个讲法是对还是不对呢？当找到这个拜占庭的教堂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当时原来人就是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要建一个礼拜堂的时候， 就围到那个甘萨利亚菲律宾，也就是围到那个盆石的附近，就建立了一个礼拜堂。真的，原来有一个礼拜堂，就是建立在阴间的门的上面。哎呀，你说这个多奇怪呢！所以那边有十字架，有十字架，更加表明呢，原来耶稣所讲的那一段的话，现在找到这一个考古的东西。 更加了解呢那段经文的意义。哎，我这样讲，不知道你明不明？今天所讲的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那第二呢是什么呢？原来呢是有关耶稣生平啊、哦，有一条我们叫朝圣的路。那我们知道呢，耶稣每年都来耶路撒冷的，为什么呢？那么当有节期的时候他就来了，特别是约越节，对吗？那么所以呢，他来了。 也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呢，有很多的神迹，啊，有你在圣殿里面的教堂。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朝圣的路哇。现在呢，很多人呢就是排队的都要进去，因为以前不能进去，没有打开。我们以前做考古的呢，只能够走到一部分，但是现在呢，完全可以走到。那与那一个呢，就是跟新月的经文有关系。我们先来看一看。 约翰福音第九章哦，那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么来到第一节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生呃人呃，就是生来傻眼的啊、哦。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他的在地上，用呃用那个唾沫和泥抹在那个下子的眼睛上，对他说：“去去哪里、啊？” 你往西挪亚池子里面拾，你去了一时，回头就看见了。哎呀，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说的清楚一点。前面这个浮烟图呢，是我买回来的。那么你看到那个那一边呢，就是有一个池子啊。这个我们首先了解呢，这个耶路撒冷上面就是上层啊，那么这一边呢就是下层。 有钱的人都住在上层啊，呃，没有钱的人住在下层吗？不是，没有钱的人不会住在夜路上了，下层呢，就是比较中层啊阶阶,阶阶级的人能做啊。那在这右手边呢，就是橄榄山啊，橄榄山旁边呢就是西人基啊。那么大卫城呢，也就是在这一部分是就业的时候的夜路上了，但是我们现在重点呢，就是身边在上面。 下面呢？哎，有一个叫西罗亚池。但是西罗亚池，当耶稣叫那个人洗眼睛以后，他怎么样？他就走走在一条叫朝圣的路。什么叫朝圣的路呢？就是人从这条路往从城外来经，经经经过那个门进去以后，就沿着那条路上到圣殿去。所以就有这一个名字。 那么结果呢？这条路呢？因为耶路撒冷很多房子建了嘛，那结果呢？这条路呢，就就不知道原来是存在的啊、哦。那这条路在哪里呢？现在你看了，上面就是圣殿了啊、哦。那你看了，圣殿在上面，朝圣的路的一部分，也就是在我们眼前啊、哦，就是中间啊、哦。那所以呢，路旁呢还是有很多的商店的啊、哦，一边走路一边可以买东西。现在呢？ 这一篇是这一部分的上面那一部分已经找到了，但是在西罗雅池的那一部分找不到，就是在这两年就把这件事情发出来啊、哦。那么你知道吗？这里呢就是有个隧道，你去过吗？啊、哎，我去过很多次了。那个这个隧道呢，也就是在人所走的路，现在人就是走在我们的上面，我们走在隧道的下面。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水道，不是人住的，不是人走的，是水道。那么在这个水道里面呢，我的一个考古的朋友就是在里面做考古的。这几件哈、哦，特别第一件呢，就是他找到这个呢，就是啊、呃，好像呢一个人哈、哦，到了西罗亚池啊，他接近了以后，人就会给他有一个证书啊，你已经接近了。 所以这个 pure to god silk 就是一个印一个泥印哦，就是给他，他上去呢就给技师看，技师看到这个啊，这个人已经去洗干净了。好，那么其实呢，在这一个的水道里面找到的那个右手边有个石头青灯台，看到吗？下面呢有一把剑，这个剑呢是个罗马的剑，就是当时哦，主后七十年，当罗这个。 耶路撒冷被焚烧的时候呢，哎呀，有一个罗马兵丁在那一边追杀那一些逃命的犹太人，这个他的剑呢就是留在那一边。好、哦，那现在呢，你看到这个图的下面蓝色的部分就是西罗雅池，那么有一条路一路上去就是圣殿，所以当时哈、哦、这一个的呃看不到东西的人，眼睛打开了。 那他就拿到那一个证书了，他的原那条路一路上去，以前这条路看不到，现在呢考古章找出来。我们现在去以色列可以看到吗？可以就可以看。所以你看到哈，人走在上面，但是那个水道也是在就是上面。所以当主后四十年，当罗马人要攻打耶路撒冷，很多犹太人就就土道里面躲在里面哦。所以你看到。 外面的你看不到下面有路，但是其实那条路早已经存在，所以那条路的上面也就是那条朝圣的路啊。所以现在呢，如果我们从下面啊往上面去看的话，我们还可以看见下井盖，就是就是那个盖的洞，那那个洞哈、啊。那么现在上面有什么呢？你看上面的洞，就是由于这个盖盖着。 所以，如果把这一个拿开的话，你就可以看见那个那个隧道，也就是在上面。那现在呢，在这边呢有一个小的洞，就是虽然要没有打开啊、哦，但是你可以从那个洞里面往下面看到以前在上面的情况。当然，你可以跟我呢，就是走在里面，上面可以走，下面可以走。现在所说朝圣的路就是在上面这一条。那么现在呢，你看到哦。 他已经把这个开了，以前完全这个是在泥土底下，所以用了很多时间。啊、呃，左手边那个是抽抽空气的，哦，右手边他都把这一个的洁净了、清楚了。那么在下边呢，你就看见我刚刚那个图也在前边了，哦，那么这一个呢，也就是古代哦路旁的商店，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在左手边，你看见好像一个玻璃，啊、呃、有一个展览的。 那一些就是在这里呢，找到一些的瓦器出土的文物，也就是在这边，所以你可以在西罗亚去一路从这条路呢，一路到呢，就是上面的圣殿的那个位置去啊。那么在路旁呢，考古家找到呢三级台阶的讲台，在这边很奇怪哦，在路旁走到当时的有这一个的讲台啊。那么还有呢，他都是在那个。 流那个是的楼梯的下面呢，找到我现在拍的给你看的那些钱币哦，那钱币有什么值钱的地方？不是那个钱有没有值钱？就是说，当找到在这一个路的下面，也就是建这条路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钱币，我们就了解到底。 那一个是什么时候所建的啊？不能早过，不能迟过，什么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了主后哈四十年以后呢，钱币呢就是非常普遍啊。但是呢，呃，现在在这里呢，呃，如果是主后四十年身边被被笑的会呢，我们现在呢还在上面呢看得到，所以当时啊 四十年那个灰呢，在上面下，所以当他们找到这一些的钱币呢，主后四十年以后的钱币很普通，但是再早一点呢，也找到，所以他们后来呢，就肯定说这个呢是比拉多时期所建的路。如果是比拉多的话，也就是耶稣当年，那耶稣有没有走在这条路的上面呢？一定有了啊。那么当时哦。 那个西罗牙池的那个看不到东西，医好了，他也是从这条路呢往上面去，哇！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可以呢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跟圣经、跟耶稣生平到过的地方呢连在一起。你说了，这个是非常宝贝的。好，那第三个呢，我就是跟啊选、呃、出来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这个名字呢。 很有好感，很想知道多一点。这个就是什么呢？克斯马尼，克斯马尼园。那克斯马尼园是什么呢？也就是耶稣没有定时的假以前，吃完他吃完那一个的最后晚餐以后，他就来到呢克斯马尼园那一边祷告。那然后呢，他就被捉拿了。好，那那个就是发生在这里啊。 那这个呢，就是前年十二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一年多以前啊、哦。那么当时呢，所讲的呢，也就是跟克什马林人有关系。那当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呢，首先我们看见呢，这边有一个礼拜堂，对吗？这礼拜堂美丽吗？哇，非常美丽，特别里面哦，那天花板呢、那个，那个那个墙壁的画呢，都是非常。 宝贝，我们每每每次来都一定去这一边的。但是在这个礼拜堂的左边，你看到什么？哎，我看到很多人不是人的队里面往里面走，你就看到很多树木，对吗？这里、个、是什么树木呢？我跟你说，这些是橄榄树哦。原来这个在哪里呢？在橄榄上哦。所以橄榄上那一边有个橄榄原子。 啊、哦，所以呢，原来和克什马尼这个医生就是亚加橄榄的地方的意义啊、哦，所以呢，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一号呢，以色列五谷他就说，在橄榄山克什马尼的万万果堂夫精施工，因为他们有工程。 结果他们找出了一个两千年前的仪式浴池，跟呢那个拜占庭啊，拜占庭呢，我就说了，当那一个康斯坦丁新的耶稣以后，后来呢，允许那个教堂建立，结果呢，那一些教堂在那个年代就是叫拜占庭，也就是叫东罗马时期的教堂，离开现在呢。 已经有一千五百年啊、哦，所以这一些的遗迹呢，都是那么古老的，都是在那一边啊、哦。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站立在哪里呢？我跟你说，我现在所站的呢，拍这个图片就是在大卫城啊、哦。我们往对面的那个山哦，好像光秃秃的，那个是什么山？橄榄山。诶，又说橄榄山很多橄榄呢，有，但是因为后来他们建了一个。 很大的坟场在那一边，所以这一根的坟场呢，也就是呢犹太人的坟场，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他们就把很多的树木都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橄榄山在耶路撒冷旧城跟圣殿山的东面。那么在这个图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呢，就分成新城跟旧城。现在黑市的那个围墙的部分。 也就是有四个颜色的呢，那个就是叫旧城。那橄榄山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红色的那一部分，那个就是橄榄山啊、哦。那橄榄山的上角呢，就是有一个叫克什马尼园啊、哦。所以呢，那一边呢是一个压榨橄榄的那个地方啊、哦。那为什么要压橄榄呢？哎呀，就是压压压那那个橄榄。 好吃吗？还是为什么？哎，因为他压呢，要要拿那个油嘛，啊、哦，橄榄油才是非常宝贝。那原来在这个克什米尔园，现在呢，保全了两千年前的橄榄树。哎呀，牧师也没有那么夸张了、啊。有，你看前面哈、哦，你不要说右手边那个是不是？左手边你看到哦，有一些的橄榄树。 好像皱了，那个整个树都很旧的啊，很大。还有呢，那个皮很旧的。哦、啊，有一根有一个收到是的，就是对着它的那一些呢，都是最古老的。那一些呢，只有几棵。这一些呢，有两千年的啊。那么如果两千年的，就是说耶稣时代，这个橄榄树在吗？应该在啊。 我不敢说一定在，应该在。那为什么这几个那么古老，其他更古老都没有呢？那我跟你说啊，原来来到那个土耳其奥图曼大帝的年代啊、哦，他怎么样？凭一个人要交多少税？你交多少税啊？就要看你的家有多少数目啊。哦 树木越多，交税越多。因为当时呢，很多的树木都是有用的啊，那借果汁了，或者是橄榄呢，都、就是出油了。如果那一个是没有多大用途呢，你可能就把它砍了，这样呢就可以交少了一些税，对吗？我我就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可以呀、啊。但是如果那一些是你呃赚钱的途径。 你砍了它，你就没钱了，对吗？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呢，结果呢，很多树木被砍掉，但是在这个克什马利院的那一些树木，有几个应该是六七个啊、哦、都没有砍掉。那所以呢，这个应该是跟耶稣生平呢是有关系的啊、哦。所以在克什马利院的旁边呢，来到幺九二零年啊、哦，他们呢就是被建在。 十二世纪的十字军的礼拜堂的上面啊，所以呢，你知道现在这个礼拜堂哈、啊，为什么叫万国堂因为有很多国家一同复遣的时候一同建的啊。当然，当然这个是天主教的教堂啊。所以这个礼拜堂不是很旧的，一九二零年才建的啊，嗯，离开现在刚好一百年哦、啊，对吗？ 所以呢，建的时候他们是建立在十二世纪的十字军的礼拜堂的上面哦，十二世纪，所以这一个呢，他们都很清楚的。那么，耶稣曾经来到橄榄山祷告有吗？有，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耶稣定十字架之前那个晚上有来祷告吗？有，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而且就是在那那边，他就被给那个犹大出卖了啊！现在如果我们走进去那个礼拜堂，我说那个礼拜堂天花板很美丽，你说了这个好看吗？哎呀，非常美丽，每次我都看，就是几分钟才走的哦、啊，我都喜欢来的这个礼拜堂，在那边长大完了，我我长完大了，不能在里面长啊，里面长了那个天主教。 呃，收收神父收礼都不给你在外面讲完道，每个人自己找，进来找一个地方安静祷告，啊，非常宝贝的机会哦。那么但是呢，因为呢，在这个礼拜堂，如果你去到那一边，你就知了，那个旅游车排队排的很长，如果有人要走路过对面马路。 然后说：“哎，我要拍一个整个礼拜堂的胶片，哇，非常危险，可能有人有就交通意外发生也不一定。所以呢，那个有关大国呢，就说不如这样呢，我们建一个地下隧道，就是建到对面，不用人跑过去，可以吗？所以，当的这样开发这一个访客中心，教堂呢？” 连接那个吸伦区和地下隧道，谁知道当他们有这个旅游的发展，这个他们花那个路，花那一个地，这个他们就找到第二圣殿时期，大多数很多仪式词都是私人跟那个住宅里面共用的，很多都是。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在这里就是在克什马林。 只能找到呢，附近呢比较大的一个仪式池露片的，为什么呢？证明那一个以前是一个好像压橄榄的工厂的所在地。哎呀，所以当他们找到这里时候呢，哎呀，就是把过去有关哦那一个的啊呃,呃克什马尼人跟耶稣圣平的，就是那一场关系了啊。哦 那么当时哦，现在呃拜占庭末期六世纪的哦，那然后呢，来到那个亚赖伯那个维马亚的时候，八世纪的时候还是有用，那应该是在十二世纪的时候就把这一个破烂了，所以呢，这个出土的礼拜堂呢，也就是呢当时哈、哦、拜占庭时期的啊，比那个十字军更古老很多年了哦，那但是他们在这边的地板。 看见一些有文字记录的铭文啊，铭、哦、文的当中呢，就很清楚呢，把当时有一些的事情写出来。哎，所以如果你说，哎，我要知道一点，克是马丽恩的故事，我的书《圣城系列》里面呢，就有尝试的报道啊、哦。那好了，我们来到第四件了啊、哦，第四件来到新月考古发现是什么呢？我我知道呢，很多人都听过石海古卷啊。哦 那么，但是石海古卷是几时发现的呢？啊、哦，那石海古卷应该就是以色列复国以前啊，一九四七年的时候发现的啊、哦。那但是现在呢，就是在去年有又发现石海古卷了啊、哦。以前发现的有十个洞，后来呢发了到一个十一个洞，那么前应该一年多。 就发现第十二个洞，现在十二个洞以后呢，你再发现新的石海古卷，是不是啊？我后面有一个问号哦，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个是去年三月的时候的，我记得呢那一天公布的时候，我在网络教课，我教课呢是我的早上十点钟，当我教我的神学生教了一半。 哇！我的电话就在旁边，嘣嘣嘣嘣嘣嘣。原来我是考古的朋友都，都都打电话告诉我，哎，发现东西，发现东西。好，那么以后我都看了，看了以后呢，我那天就是在报道了，就是说当时他们在一个犹大旷野的一个被称为恐怖洞穴，发现了一千九百年前的圣经的残片啊。哦 那么还有呢一个离开今天呢，就是一万零五十五百年保存良好的天鸡的男子，以及一个呢六千年的历史的儿童的木乃伊。哎呀，找到三样东西，当然最被关注的也就是一千九百年前的圣经断片。哦，那么当这一个的发现呢，很多人。 都是非常紧张，为什么呢？你知道石海古卷没有发生以前，很多人呢都说圣经根本是不能叫我新耶稣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圣经旧约的都是在新月时候加会历史当中找到的，你如果写的时候是旧约。 有圣经是在呃就业时代，就是已经存在的，我就信了。你你怎么说？哎，我现在找到一些的古卷是在信约的，呃，他呢就是预言就业的事情。哎呀，这一些写下来都是那个事情过了，你们才呃呃说自己是就业的人来写一些先进的预言吧。你加我信。 我就、哦、不信，哎呀，所以呢，当十二古卷找到了，那些人都不敢讲话。为什么？你说九月是九月写我才信，现在十二古卷就是这样。那所以当十二古卷发现在一九四七年，现在呢又说有新的十二古卷找到呢，哎呀，于是有很多那些电视台天天的新闻报道的都讲到这一件事情。 就说，哎，我们找到新的石海古卷，哎，我们找到圣经的卷轴的片段，哎，我们找到圣经有一些卷轴的片段，那么这一些呢，都给人家知道，找到的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说这个是新的石海古卷吗？那如果你问我呢，我就没有这样称呼。为什么呢？因为呢。 这里找到的呢，跟之前找到的完全是不同的，哎，但是都是在石海的，不是不是在石海找到二石海找到就是石海了，石海的旁边找到，但是以前那些都是在石海的东，就是西北岸边找到，但是现在这个呢，不是在海边找到的，不是。 我们开来,来看一看，我们所说的那个困难，也就是十二股圈发生的地方。那这张图是谁拍的呢？是我自己拍的。我为什么会拍这个图呢？我的航拍机呢飞得很，在就是在石海外面不远，不很靠近。我飞过来这边呢要拍呢，就是把所有的东岳，尽量的啊，当时是一个东岳嘛，都在我这个图里面出现。 所以，我能够从这边呢，把一个一个一个的洞的名字都把它放在这个图里面。所以，我很喜欢拍这个图。下面那一个呢，也就是那个昆南的国家公园，还有呢，当时有一个昆南的古城，也就在这边。那讲到这边呢，我要跟你说了，在这个这个小山跟这个山的中间有一个谷，对吗？这个谷呢，原来也就是叫昆南河谷。 也就是因为这个河谷，当时找到这个城没有名字，就把这个困难的河谷的名改在这一个的遗址的当中啊、哦。所以你看啊、哦，下面就是遗址了。呃，在这个左边就是中间靠左边一点，那边有个小洞，也就是非常有名，就是困难第十洞啊。哎、哦，现在新的在哪里找啊？我跟你说，都不是在这边找。 如果你看我这一个的呃，就是地图，这个地图是我自己做的啊、哦。我在一本快要出版的书，就是地图系列，里面呢就是有很多这类的地图。那你看到前面死海的西北岸，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那个图？有吗？那个红色的那个叫困难废墟啊、哦。那如果你看现在找到的在哪里呢？在这里啊。哦 跟这一个呢，大概哦要半小时的车车程。通常哦，我们去玩那个马萨达很累，就在车上睡觉，睡睡觉，睡到了大概呀、啊、哦，差不多四十五分钟才到那个困难哦。所以呢，其实哦，这一个是靠近引积底的一个山当中的一个小洞哦，所以跟死海旁边以前的那个。 是位置不同的，所以他们就是把这一点呢，叫他的名字，就是叫恐怖东岳”哇，这个名字很不好听啊，老师，为什么叫“恐怖东岳”呢？原来这个“恐怖东岳”呢，找到很多的人的骨头，意思就是说，曾经有人在这一边，曾经有人死在这一边，所以呢，进去的人觉得很恐怖。 就是把这个叫恐怖洞穴，啊，那么这个恐怖洞穴在什么地方呢？你看看这个图哈、哦，中间在上面有个男士的，就是因为他们怕去不到、看不到哪里，他们明明知道在哪里，就把一个男士的啊那个带那个布就放在那边。其实要下去就是从这边放那个绳子可以进去。哇，牧师很危险呐、啊，有人是这样下去的。 但是呢，如果你走原路呢，也可以从原原左右手边那个山边，但是也是很小心的，不能退来退去，不能又又是就是掉进山下了啊、哦。所以，我们如果要比较这两个呢，困难的跟恐怖，动员是不同的时代呢，困难是第一个第一次的犹太起义的时候啊、哦，那么他们就躲在那个山洞。 那但是恐怖东岳那一些呢？是第二次啊。那第二次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就是主后七十年，第二次呢就是主后一百三十五年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在这一个的东岳的当中，找到很多都是关于第二啊第二次的起义的钱币。 所以，如果哈、哦、在里面找到啊最后期的，就是呢这一些，那结果呢就可以说这一些的人的时代应该就是在主后一百三十五年，不可能跟前面主后七十年的，因为主后七十年你到了那边买了那一些的古建，留下几十年以后的钱币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呢。 由于他们找到这一些，就肯定说这一些都是在第二，就是犹太革命的时候所有的啊、哦，这是这些就是了啊、哦。那所以呢，这一个收藏的人放到一些的古卷，第一宽，呃十二古卷那一些就是爱是女人那些收收到是影视，但是恐怖动员那个是主后一百三十五年的犹太人啊。哦 所以呢，这一个呢，也就是那个对方哦。那所以呢，当时哈、哦，就是在这个困难的部分呢，他们就是有一个叫藤学生，就是站在那一边的超写圣经哦。那这一些呢，在这里呢，啊，困难呢，找到的，就是所有的就业的精卷，除了一卷就是以是铁机，那一个找不到。但是呢，恐怖动员呢？ 只找到撒加利亚书的一点，跟拿红书的一些的断片，不是整个。但是呢，在困难那一边，最有名的就是以以赛亚的整个，好、哦、那么多张的都找到。那你说呢？多宝贝？那从文字来说，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希伯来文写的，也有一些亚兰。好、哦，带给了希腊文主要。 那名称呢？我们称这个叫石海古卷啊。我们叫这一个叫什么呢？我我我就没有啊，就是把这一些呢，就是叫石海古卷。我就说这些找到的，就是叫圣经古卷的断片而已啊。那所以在我的这本书，如果你要知道呢，石海古卷里面每一个洞有什么东西呢？我就是已经列出来给你了。 一直到十一个洞月，后来就有十二栋啊。那但是呢，现在发现呢，也就是主前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些的圣经的残片，你看这上面就是了。哎，不完整呢，那他们怎么知道什么经文呢？那他们就是慢慢来，用很多精神去了解的啊。所以他们后来呢，找出来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当他排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知道知道这个是跟撒加利亚。 哦，这个比较好一点，拿红书就是有关系。那所以呢，这一个呢，就使到呢，也是关东世界，因为石海古卷这个名字就是很有价值的哦。那很很神秘的，很多人都很想理解。所以，当我们找到这一些残片，有价值吗？有，但是不是困难时代所找到的，不同地方也不同的有好。哦 那但是更重要，他们找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偏极男，这个是什么？你看到好，前面左手边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一个男子，你看到吗？那个是一万零五百年了。那这个是什么？你看哦，这个是非常完整的，而且呢，它保存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这边是犹大旷野嘛，好。 犹太旷野呢，你就知道了，那边有很多沙，很热，堆在里面，结果呢，就使得那个保存的很好。所以这个是大概几年呢？就是在公元前八千五百年，离开今天一万零五百年啊。所以他们找到这个，你看他们都开心啊，你开心吗？我非常开心。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子就是在这一种的情况找的，没有那个水的那一个的那一个的啊水迹，水的痕迹在这一边。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你看哦，他是世界唯一也是第一个有钙的那个男子。这个、你看哈、哦，他他还是保存的很好。 那么，但是呢，从他的前前后后，你就没有办法能够肯定这个是曾经有水盖过。那，那，那老师有水盖过跟没水盖过什么重要性？有啊。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了解呢，啊、哦，那个挪亚洪水方舟的年代，那又讲这个题目是。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证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呢，啊、呃，如果按照那个家谱的年代，那怎么样？如果按照家谱呢，你就了解了，其实哦，那个亚当应该就是几千年前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路推推推推推,推上去，又从亚当推下来的话。 挪亚跟洪水的故事，就是在主前两千三百多年，两千三百四十多年、啊。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呢，如果在那一段时期真的是有洪水，我们也相信洪水是整个世界的话，这个洪水一定盖过整个世界的每一部分，因为最高的山都在它下面。 但是现在的这一个呢，没有水迹的，除非我们接纳呢，就是那一个的地区性的洪水。如果我们接纳，神一定是整个世界的，因为他天虹出现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以后不会再以这一种的洪水灭地。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只是地区性的，地区性的洪水，每年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啊，神了，你又讲方话了。你那个天虹出现，就是说不会。现在你又会了。你讲的话我不听了。不是，因为整个世界浦西洪水盖过山一次天虹出现了以后怎么样？以后神没有在整个世界那一种的洪水来过。如果我们接纳浦西洪水的话，这个东西。 两主前两千三百四十多年没有给水盖过，但是它的年份是主前八千五百年，意思就是说，洪水有可能不是按照家谱，因为家谱是,是有跳代的，是不是按那一个来计算的话，有可能洪水呢就是比这个更浅。 所以有考古家研究，应该这一个的洪水的年代，也就是在主前一万三千一百到九千六百年中间，也就是当八千五百年前这一个主前哈、哦，这个男子，也就是已经在诺亚方舟之后，所以没有那个水灾盖过。你要知道多一点的话，在我的视频里面就是有讲到。 那个普系洪水的事情，但是呢，在这里呢，你找到那个六千年历史的儿童的木乃伊，哎呀，木乃伊、啊，埃及的，你不要这样快，为什么呢？埃及的木乃伊是在祖前大概三千年的时候才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离开现在这个比那个古老还是比那一迟啊，这个六千年。 也就是在祖前四千年，比埃及的木乃伊更古老。所以其实呢，他没有用木乃伊用啊香料了防腐的方法来对对,对待这个已经离开世界的儿童，乃是因为他放在很热的沙的堆当中，所以他呢就没有腐烂的情况出现。还、哎、有，所以呢，这一个呢，也就是。 在这里呢，呃，不要说木乃伊了，就是人家骸骨已经好了，比那个埃及第一王朝的木乃伊还要早啊、哦！所以呢，考古家就说了，现在找到这一些的山东，也就是呢，只有在犹大旷野的二十五个巴西八分比，如果、哦、有时间有人力的话，其他七十五巴西的那些山东都找出来，一定有更多的东西找出来。 那么以前呢，就是有一些牧童啊、哦，呃，比多恩人，就是游牧民族，他们就是很喜欢在这边呢，呃，山东找找找找东西，拿到了就去卖。现在呢，政府就不允许他们再这样。如果找真的是这样呢，会坐牢的啊、哦。所以因为这样呢，他们就再不敢了。所以如果有那一个以色列的那一些的谷物管理局的人。 来到这边找了其他的山都找出来一定有更多跟圣经有关的东西找出来哦。那么最近呢，也发现了莫大拉第二座犹太的会堂啊、哦。那你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来到加利的海边，就是你会知道了有一个叫莫大拉的第一座礼拜堂，那犹太会堂已经找到。诶，但是去年。 差不多来了年底我已经很早了，已经报道这件事情啊、哦，就是第二座的犹太会堂也公开找到了。那发现的报道是怎么样呢？原来当时哦，加利利的地区要开那个九十号公路，为什么要开九十号公路呢？要开快宽一点呢？因为呢，很多人在那一边有交通意外，很很那个路很很很,很窄呀、啊，很容易有车。 就是经过了不留神的为为藏躲人的，所以当他们挖那个工程的时候，把那条路扩大，结果呢，有一座犹太会堂的一部分，就是呢找到了，被发现当时呢都不清楚它的用途，但是呢，其实第一次啊，这个是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在运作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年代呢？ 当时在耶稣年代，巴西利王建了圣殿的年代，当时身边存在，各地呢，特别在以色列的北面加利利，都有一些的会堂。会堂大概十个家庭就是有一个会堂，但是呢，一个城有一个会堂，我们找到啊，知道啊，但是同一个城有两座会堂呢，哎呀。 这个在以色列呢，也就是第一次发现。你说呢？这个重要吗？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发现呢，改变了他们对当时宗教的生活的理解所以呢，这个是航拍的图哈，是我自己拍的。你就看到呢，我前几年拍了，当时哈第二生第二的会堂当然没有找到。 你有没有看到对面有一些白色的房子？这个是他们买了这个地方用来盖那个旅馆。那么，当盖旅馆的前面，你就看见有一个比较低了一点的白色的房盖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也就是第一个莫大拉的犹太会堂。那但是其实呢，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呢，找出来。所以你如果参参参加去圣地。 游的话呢，你就要问他有没有包括这个莫大拉的第一个犹太会堂。有的话我就去，没有的话我会跟别的团。那很多呢就是没有去的啊、哦。但是如果你跟我去呢，我会带你去的啊、哦。这个是莫大拉的第一个犹太会堂。哎，现在那个在哪里呢？你看到这个犹太会堂前面不是有一条马路吗？马路的对面不远就是第二座犹太会堂的所在。那。 你看到哦，你看到前面那个中间对面不是白色的房子吗？刚刚我不是给你看白色房子，在那边的那边已经是那个会堂的所在。现在你看见那一些的工人，所看到的这些就是第二个犹太会堂的所在地。好、哦，那么我们每一区呢都到那个啊加利利，我们就是根据马太福音说到加利利的山上啊。哦 呃，在在立的山上什么呢？耶稣在山上颁布大使命，那这个就是当时耶稣颁布大使命的山吗？不一定是，有可能是吗？啊，有可能是，但是不一定是。那但是我们每年呢，都是找到这一边，按照圣经所说，到了加利利的山上，在那一边呢，讲解大使命。哇，他们都听得很有味道。 因为在山上，加利的山上，但是为什么我给你这个图呢？你看见这些人的背后是个海，这个就是加利的海了。加利海的旁边这个山的下面，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莫大拉，所以我们从这边一望下去就看到莫大拉的。所以莫大拉呢，故乡呢，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呢，也就是犹他史家约瑟夫的。 他就是写那个犹太股市，他的基地写作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刚刚白石顶盖的那里哦，那个就是第一个礼拜堂，这个也就是了啊、哦，所以这里呢是第一个犹太的那个会堂啊、哦，那在这里呢，就找到有一块的石头，你看到前面那个玻璃山里面嘛，这个玻璃山里面找到这一块的石头啊、哦，上面呢啊。哦 也就是有金灯台的雕刻啊，那这个石头用来干什么的？应该就是放在这一个会堂的中间，好像用来呈那个讲台的位置啊。这个就是下面的那一部分，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个图的啊。那么你看哦，现在你看到这一个的啊，那一个狮头就在这里边，但是呢。 现在这一个呢不是真的那一个，这一个呢也是仿制的。刚刚那一个才是真的。那以后你看到的是周围呢，就是有那个桌会，在前面你看到有一些的马赛克的图案、啊，看到吗？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说莫大拉是个怎么个地方？你看到了，就是在加利海旁边，所以当时莫大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渔人出没的啊，有买卖，可能跟海鲜、钓鱼等等都有关系。那这个图呢，我就是在莫大拉那边拍的。那么当时哦，耶稣在圣经当中有没有说他来过这里呢？没说。虽然圣经没有说耶稣曾经来过，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认识莫大拉玛利亚这个城。 有两个会堂，那么重要的，那么靠近那加百隆的巴塞大的，他没有在那边丢，呃留的很久，没有行了什么事，他都应该有来过。那么在这里，如果你有机会去的话，那那一边呢有一张很美丽的画呢，我一定要给你看一看。那在里面的旅馆的那边有一个礼拜堂，礼拜堂那边就有一个画，这个画画的是什么呢？ 你要看见只有人的脚，对吗？那么，但是呢，在中间你看见有一个光，原来呢，那一个就是耶稣的衣裳的碎子，有一个万血六的夫人，就是就是抹一抹他的那一个的，那个那个衣裳碎纸，这个他怎么，他就被医好了，所以这个画很美丽啊、哦，他就把那一个情况就是画出来给我们看。 好，也就是在莫大拉那一边有这个话。当你这一件事情不是发生在莫大拉，哦，那于是呢，就是有海法大学的教授，他都是说，教呃，就是考古学家一直都认为，只有圣殿海寨呢，就不需要那么大的犹太为他，小的就够了。 呃，一件就够了，小小的就可以了啊、哦。但是第二座的犹太会堂被发现了，就给我们了解了原来当时加利利犹太人的异常宗教生活啊、哦。原来他们是那么重视有那一些宗教的活动，包括了阅阅读圣经。 呃，学习行程的话，跟现在的生活就是交通，这个是海外大学的考古家所说的。<coughs> 那么他说，两座犹太会堂位置差多远呢？两百公尺，两百米。第一座就是在工业区，第二座也就是在住宅区，所以表明他们定居点的社会结构。 需要而建，所以当他们如果在那一边买东西了，啊，买完了，呃、啊，他们路过，哎，我走进去犹太会堂念一念圣经。啊，这犹太会堂呢，最近发现的犹太会堂是用那个黑色的啊，那个呃原母岩跟石灰石白色的一同两个建起来，有一个主厅跟两个房间啊。 所以还有呢，就是个石的钉啊，六根柱子支撑的房顶，还发现呢，其中有两个柱子的顶顶座。好、啊，现在就是找到那一些的图案图画。这出土文物呢，你知道呢，找到了一些当时代文物，包括了一些陶器的柱台啦，呃，玻璃环啦，呃，几呃，这几呢，还有石器，都在这里呢找到。还、哎、有，所以呢。 住住宅区旁边有一个会堂，工业区有一个会堂，那怎么样？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住在那一边的人，很盼望都不要走那么远了。这边有一个，我们常道可以在里面念神的话，多好，清精神多好，所以他们呢就有这一个的想法。所以我们是说说，当第一个啊，就是。 那一个的会堂找到，那个是二零零九年第一次找到的时候，那边就是有一块石头，上面就是有七个那一个的金灯台，让人家想的那一个身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这一个会堂聚会，也让你们想到在身边当中的金灯台，这个是赤。 身边才是主主要的，所以你们不要以这一个取代了，你不要到身边去，乃是以这个提醒你，更加在节期的时候要到身边去敬拜神。所以当他们找到的时候，对于第一个找到的会呢，他有这个解释啊，这个呢，你都看见那个石头啊，上面有金灯台在中间，旁边有水瓶啊。 这个是用来干什么呢？你看这个图啊、哦，啊，这个是第一个礼拜堂，这个是第二个，两个不同啊、哦。那么第第一个跟第二个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发现一个是二零零九年，一个是二零二一年啊。面积呢，第一个礼拜堂比较大，第二呢小一点。那第一个形象呢，就是形长方形，那第二个呢是正方形啊。位置呢？ 靠近工业区，这个呢住宅区，在它的旁边是什么呢？街道跟市场，但是在这边呢，这、就是房子跟花园。所以我们看地座会堂的地板呢，有马赛克的地板，这边呢很普通，抹灰泥地板而已。墙壁那一边呢有彩色的图画，这边呢只有白色的墙壁，没有什么图画。这边呢就是有呃那个浴池。 用来了洁净的，啊，呃，犹太遗池这一边呢，还没有发现，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这边就发现呢，有一个会堂当中的一个是是块，金灯台，但是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木架，木架上面应该就是放的圣经、律法书，就是《Torah、啊》啊。那么两个比较的时候，让我们了解呢，啊、呃，就是说这个啊、呃，这个第二个发现给我们什么？ 的提醒呢？那我就是每年我们到以色列，如果要往那个西来山之前呢，我们都会住在一个晚上，住在南地。住在南地呢，我们就会到圣剑的古城，就是叫亚赖德。这个是亚赖德古城，我们住在这边吗？不是，住在这边附近，大概十分钟的那一个的旅馆。但是如果你要看见你的话呢，亚赖德。 这里呢，就有圣所，也有祭坛，啊、哦，住在这里的人，使徒用这里的啊、哦，取代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地位，叫人无需上京守节圣祭，啊、哦，真的吗？真的，啊、哦，我们看这里。 我自己的那个无无无人驾驶的飞机，你看到我在我在前边吗？在下面。好，我的右手边，我的左手边就是你现在的右手边。你看到有一个方方的东西，对吗？那个是什么呢？等一下告诉你啊。首先呢，你看到下面男士的那个是祭坛啊，这边呢是圣所啊，这边呢哎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 也有一个象坛，有一个呢，就是啊、呃，经拜的势头，也就是在那一边。哎呀，所以他们为什么祭坛又做了，祭身所、圣所都做了？为什么？他就是让那一些的犹太人不需要上圣殿，这里呢，已经可以取代圣殿的功能了，不需要去了，这边有了。但是现在来的早，到这里会堂。 两个，就是提醒我们，莫大的会堂七灯台，试图表明当地的犹太人将耶路撒冷看为他们宗教的中心。啊，他们当地的无论在会堂什么活动，都是在这一个为耶路撒冷的圣殿为我们宗教的中心这一种的概念而进行的。 不是要取代圣殿，乃是提醒你们，圣殿的聚会才是最重要。哎呀，我觉得这一个会堂这边的人的灵性真好哦，重视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提醒人神的话。哎，这个是我看到这一个莫达拉第二个会堂的最大的感受哦。 那么这里呢，你看到哦，下面不是有这个石头吗？白石的那个上面呢，也就是那个讲讲台，这个是第二还是第一间？第一间。你看见旁边很多的图画，前边地板的，刚刚我们看了我拍的照片，也是已经有那几个的图案。现在呢，就是图里面画给你，这个是我从一个啊、呃、巴拉贝勒贝罗的那一个的复原图的瓦匠买回来。 不便宜哦，一张，但是这一张呢，讲那个莫大拉是非常好的，啊，那么还有就是，啊、呃，我们了解莫大拉会谈第二座会谈，表明他们专门用来阅读跟学习神的话，跟交通聚会非常看重，这个是我非常感动啊，所以呢，啊、呃、今天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但是呢，本来我要讲的那个大西利王的，就是还有。 就是在这这几个月找到报报告出来，大希利王的海滨娱乐中心，第二，大希利王在耶利哥的御花园，在英国出土的定时的价的那个证据，这三样，我今天下午了，我就是赶来之前呢，就录影了，这录影呢，我的同工明天就会放在网络。 所以今晚呢，我就不讲了。但是明天你就可以看到，在哪里看呢？你就知道呢。我一直在视频当中都是讲考古的。好，那所以呢，你就把这个拍下来啊。w w dot youtube dot com equipto p e d serve equipto p e d serve 呢就是我们机构的名称。你用这个就可以上去了。如果你不要错过的话，你上去以后呢，就按那个那一个 subscribe 当那个丁名。 你就一定听得到，但是呢，明天就是有刚刚三样我今天没有讲的，你就可以上去补充一下。那么上一次呢，就是有弟兄姐妹就问，他们是你的书在哪里买呢？首先我跟你很快讲一讲我有什么书。我出来我老师的书翻译的《圣地系列》，里面这本书讲圣经史地非常好的。他有另外一本书也是我翻译的《地区研究指南》，一百零八面。 还有七个地图呢，就把圣经里面二十多个重要的事情，透过标记地图，那个地图都是很大张的一张，你在上面呢就是涂颜色、画线等等，就把圣经的背景用这一个书本跟地图了解一下。后来呢，因为我的书，呃，我老师的书中间有一个图，那个图呢出现。 有一个符号，这、就是重要的考古的发现。于是后来呢，我就把那一个偏号，就写了这一本书。所以如果你说我要了解考古这本书呢，也就是我写的哦。这个根据呃，就是在我老师的书翻译以后，我就自己写了这一本哦。那后来呢，我就写了《使徒行传》，说你如果要念呃，就是《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等等那个背景的话。 除了这两本的书，还有那一张地图跟研究指南，也是在上面，就是画图。那后来呢，我为了那一个就是呃，就是改革运动五百周年，我就写了这两本有关教育历史的书，跟那一个的画图的指南啊。最近呢，我就写了圣城系列，跟现在还在出版当中，我已经叫了。 在台湾印了《耶路撒冷的延续起来，里面有八个大地图，但是最后一张呢，就是分成四个哦。Oh, 所以这一个呢，也就是呢，用最长的时间把耶路撒冷跟你讲一遍。如果你说你还有输出吗？应该今年会做地图系列、历史系列跟文明系列。地图系列就是用地图来跟你讲圣经，历史系列就是旧月、两月中间跟新月。 八十多件，最重要的是跟你讲一遍，文明就是讲巴比伦、亚述了、波斯了、希腊的等等，文明就是讲不同古代的国家。所以呢，你如果要买这一些的书的话，哎呀，我就溜掉了。你就是有我的一个，就是叫呃，我等一下再跟你说，那个 store 那个 e c u i p t o 就可以找到但是上一个礼拜呢，也有人问我那个博物馆怎么样。 那博物馆呢？今年我们我们就开了，但是今今天呢，我们还是在头痛呢。那个地点要不要用我们下面的办公室？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不够大。现在我们也就是在找。如果你说我们在 B.C. 特别在万国湾找到比较四千多次的一个地平方尺的，要告诉我，快快告诉我，因为呢，我们就是要开这个圣经探索博物馆啊，所以呢。 讲到这一个呢，也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你可以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名字，里面的特点是什么，还有三十九个主题。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把所有这些文物，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文物的大概哈五十分之一啊、哦，还有很多。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成为一个一个的主题。我们要三十九个，包括旧月的主题，新月世界的主题。 人类历史的主题，好，我们本来就是有三十张这个历史的图片，现在我们要把这一个呢建在这个博物馆的当中。我们有古代教会历史的，呃，那个埃及的、大卫时代的、耶利米的、那个希律的、保罗的、耶稣生平的、马丁路德的、西海古卷的、米底巴的、河东的、巨笔鲁的、大马士的、大象的圣经的、那个以弗所的、哥林多的、别加莫的。 保罗在雅典的圣地的风俗的犹太会堂的，是个古代的国家的，那个、那个世界的宗教的伦理，就是世界不同的宗教跟我信圣经，这些呢都会在三十九个主题里面会出现，在我们博物馆，所以请你留意哦，我们今年应该会开了这个博物馆，我们希望在年中，如果年中间不可以，我们在年底之前。 我们盼望就能够把这个能够做成哦，所以如果你说，如果啊我们有机会来的更好，如果没有机会来呢，其实哈我们在里面呢就是可以呢用啊那一个的啊那个网络呢到时候会给你看得到。哎呀，我就是丢掉了一张的图，这个图呢也就是很简单啊在哪里？也就是啊你刚刚。 用这个哈，嗯，应该就是 store，然后呢就是 e c u i p t e n 你就可以呃去到我们的，不要紧，你就是往这里任何哈，你去我们的视频的下面都会看到呢我们的那一个你要买书的那个网址。好，谢谢你你们，我们今天就讲到那么多。好，我们谢谢蔡博士精彩啊丰富的内容。 呃，给我们带来的讲座非常的、呃、让我们有得着啊、呃，也盼望呃蔡博士呃您的这个圣经探索博物馆能够啊、呃、早日的建成，然后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大饱眼福呃接下来呢，我们是问题的那个啊、呃、解答对，嗯、然后我们有请这个啊、呃、问答的这个主持人李国良啊、嗯呃、先生来。 首先，我们问的主要集中在今天的，然后今天讲完了，没有了。新月的，然后再讲到旧月的，好、哦，这样好吗？因为上一次我们问的是旧月的问题为主。好，跟今天主题有关系的有，有有什么要要要问吗？嗯，好，呃，有弟兄姐妹问啊，哦、呃，那个一万零五百年前啊、呃，编呃。 编织呃编织篮儿哈，嗯，是什么材料、嗯、呃制成的？那么考古学家是怎样鉴定它的年代是在一万啊,啊一万多年前？对，包括呃后来你也提到诺亚时代的洪水，也有专家说是在九千到一万啊,啊多年之间。那么、哎、最后问清楚那个是什么？啊、呃，他就是想把两个问题一起，一个是那个编织篮。 啊，它的材料是什么做成的？嗯，啊，然后是怎样鉴定出它的年代是一万零五百年的？对，啊，另外你也提到这个洪水哈，洪水的时期，嗯，是在九千多年到一万年啊之间。那这个洪水的这个年代是怎么鉴定的？好，首先呢，就是呃，那个偏极南呢，是一些植物，好像的一个藤一样的东西提出来。 而且他记得真的是值得不错，所以呢，他现在来说呢，就是那个手，无论他的手工用的材料等等，都是非常特别的。那考古家为什么能够断定那个年代呢？当然，他们不不不能够单用一种的方法，所以呢，其实考古家呢都是用了不同的方法，最基本的。 碳当然他们就是用碳十四的方法来测那一个的年份，但是除了那个年份以外呢，你知道泥土里面呢还会有其他的东西的，比方说有一些的花粉的种子啊，比方说呢，呃，里面呢留了其他的啊，呃，就是啊，organic、呃呃、就是呃啊、呃、那个。 有呃，无机的那个东西等等，比方说种子了，等等，这一些呢都能够帮助他们用了那一个探测年的方法而定出来。所以呢，我们都了解呢，他们都是用这些方法，我们也相信他们这些方法是对的。现在提出来呢，也没有人说他们的年份不对啊。但是当当然他们找到也是去年了。 他们找到已经公布了，之后会有进一步的那一个的呃判定，人家怎么说呢？以后我们会再看到这一些的报告。但是现在以色列的古物局他就是这样公布，一万零五百年前，也就是祖前八千五百年。那这个就是我,我到了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权。 就是有考这一个的诺亚方舟，如果是现在这一个是啊八千五百年，你就说洪水有可能是在之前的，因为有考古家呢也根据哦有一个木结构在亚拉力山里面找到一些的种子，这个种子是一些他们说是一些呢没有存化，没有存化就是。 啊、呃，纯化就是 cultivate，也就是呢啊、呃、培养出来的。没有纯化就是野生的。那野生的是什么呢？野生就是一种叫 chickpea，就是鹰嘴豆。什么叫鹰嘴豆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自助餐？自助餐当中有一些白白的，那些阿拉本来很喜欢吃的白白的，有时候磨磨烂磨烂变成一些脏。 来涂面包也有，那么这一种的硬嘴豆呢？最古古老的硬嘴豆，也就是世界当中所有的植物培养最早的第二名啊、哦。那么第二名那么早的，比那个麦更早。所以如果在一个考古的，就是遗址的当中，找到麦、小麦、大麦，那个呢是比较。 后期一点的，但是如果在一个遗址找到野生的鹰嘴豆呢，就是一定古老。那最古老的在哪里找到呢？原来呢就是有两个哦，西伯牙西伯来大学的植物考古家，原来呢考古家有人类考,考古家，有植物考古家，有动物考古家。这个这个植物考古家也就是。 植物学家，他们呢，就是在那个亚拉聂山，就是东土耳其的下面有一个的平原，这个平原当中就找到世界历史里面现在哈、哦、最古老的野生鹰嘴豆。这个野生鹰嘴豆几年前的，应该是祖前八千六百年。 所以呢，如果那一边是百千五百年，就发现有一些野生的鹰嘴豆的话，培养的一定是在这一个的以后哦。所以，当如果在亚拉腊山上找到有一个木结构，里面有几个野生鹰嘴豆呢？没有三万个，也有二万个那么多。那么，蔡博士，你可以告诉我，整个世界有多少个？ 野生的鹰嘴豆呢，不够一百个。耶利哥是最古老的城，整个耶利哥只找到一个野生鹰嘴豆，在另外一个呢找到四个，在另外一个呢找到七个，加起来呢不够一百个。但是如果在亚拉嫩山上找到两三万个野生鹰嘴豆， 你说是这里拿上去，还是上面拿下来呢？上面为主的还是为主呢？一定上面为主了，对吗？所以后来拿下来，然后慢慢培养，培养到呢，在叙利亚找到呢最靠近这两个最古老的，呃，就是找到的那个位置呢，也就是大概呢，我如果没有记错呢，不是没有没有。 没有十公里以外，那找到呢？就比它后期一点的硬嘴豆有野生的有一些银存化，就表明那个是主主源，然后那个是慢慢扩散的。后来呢，我就是到保加利亚也去研究这一点，你就了解呢那一个的呃野生硬嘴豆就是在这个中间，然后慢慢从这一边呢慢慢演化出去，所以这一个呢哦。 都是在亚拉列山的下面，有这一个就是植物硬嘴豆存化的，哇，那一个是非常宝贝的发现，所以这一个呢是我的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的东西。有一个朋友来我家，看见我我家里面放了很多文章书本，都是研究那个硬嘴豆，他就说：牧师，你是是不是要转行啊？ 你就是要培养鹰嘴豆，我就哈哈大笑。我说不是，我我就是用时间研究那个野生鹰嘴豆。我用我我找了很多的专家跟我一同研究那一个。那如果有一天呢，这一个什么呃有共用的话，一定是帮助那一个啊、呃、洪水的年份的断定有很大的用途啊。这个是我的意思。你可以在我的网络看我的那一个视频，会知道更多的。 好，第一个呃，另外一个问题，哦，有弟兄姐妹追问哈，就这个问题追问，呃，从考古的角度，啊、呃，可不可以知道上帝造天造天地哈，到我们今天有啊、呃、多长时间了？这看来是一个很对考古来说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吧？我太和这个考古，我最近我最近因为要写。 啊，我刚刚说有三本书出嘛，其实有第四本的。第四本呢，可能比那三本有一本更早一点。那个是一个时间性的那一个的那一个 timeline，那个 timeline 有六十七那么长。但是我那一本书呢，就是把六十七长的那个东西放在书本当中，所以到时候你可以买到但是第一章呢，也就是讲的仓氏，仓氏呢。 你讲到仓室的实践，讲到《圣经》，讲到仓室的时间呢？哎呦，起码有十种最主要的看法。所以你就问我说：“老师，仓室是几年前呢？考古能不能知道呢？如果有考古家告诉你，就是什么年份，一定有另外。” 九种不同的人会反对他，所以现在就是说，你能不能用考古了解神创造天地之时呢？对我来说，我不，我不会，我不能。但是呢，如果有人有这方面的研究，我都会看他所说的话。好，谢谢蔡牧师。下面一个问题啊、呃，有一位姐妹关于大卫城。 提了三个问题，你是一个一个的回答，嗯、还是一块儿？呃，你先问第一个。好，嗯，他说问有没有关于大卫城的考古啊？有关大卫城的考古，嗯，太多了。但是大卫城上个礼拜我不知道这个纸币有没有来。我上一次也介绍了三本书，有关这一个的大卫城的。 有看到吗？有一本我现在不在身边啊、呃，我的书本，这个书，哦，这个书的当中也是里面有讲到大,大卫城的，因为我里面就是一金，哦，一个金钱二股上层上层的第一个呢，也就是大卫城，所以有的。但是呢，如果整本书都是考古研究大卫城呢，我上去。 拿了，我放在下面。我太太走开了，如果不是她可以帮我拿。那个就是大卫城的书，有啊。你你看上一次的视频就有。第二个问题呢？第二问题，他问啊，莫、呃、利亚山包括大卫城吗？莫莫什么？莫利亚山。莫利亚山包括包括大卫城吗？莫利亚山包括大卫城不包括？因为大卫城的意思。 也就是大卫当时所建的那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就是大卫城。什么叫摩利亚山呢？摩利亚山也就是亚伯拉罕县以下的地方，也应该就是当时啊、哦、大卫买了那个我何尝，然后儿子所罗门建圣殿的所在，后来那个就是叫圣殿山。 所以大卫城跟圣殿山是两个不同的部分。现在如果你去大卫城，你要过了一条马路，然后走进那个粪场门，走前面大概七十五步，那么以后有一条楼梯，你上去呢才能够上圣殿山。所以呢，两个有一点区，不同。第三个问题呢？哦，第三个问题你已经回答了，他是问。 第一圣殿是在圣殿山还是在大卫城？第一，第一圣殿啊，哦、第一圣殿,第一圣殿跟第二圣殿、嗯、都是在圣殿山，不在大卫城。好，嗯，好，呃，下面一个问题，嗯，呃，刚才我们看到您展示的那些考古的画面哈，那些照片、呃，嗯、视频呢，呃。 我们看到有很多考古的发现呢，它距离这个地表非常浅。我们也知道，呃，距离什么？啊，距离这个地面啊，就是它的啊挖掘非常的浅，不是埋藏的很深。嗯嗯,嗯，我们也知道耶路撒冷啊不啊乃至整个以色列，虽然地方小啊，但是因为它呃丰富的考古资源。 呃，应该会有很多东西可以供挖掘。那么，为什么呃很多的考古发现还那么浅，到现在才发现？是因为有啊、呃、文物保护的规划呀，还是无意中发掘出来的呀？呃，是什么因素啊造、呃、造成了这个情况？很多有关系，古代的都在比较低的层。 很多重要的遗址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层，但是如果那一个层是新月时代才开始有的呢，它就没有那么多层在下面，哦，可能就是一两层而已，哦，下面一层就是东罗马的，更着呃，就是再古老一点的，但上面已经是新月的，所以我们现在给你看到的。 已经是把那一个画的地方画的最最重要的部分停下来，然后拍胶片，然后告诉你。所以你看到现在呢，也就是他挖了到了某一个地段给你看的。所以那一个一定是你看到的，就是现在那一层。那上面呢已经有几个地层，他挖走了，没看到了。如果画没有挖一层就停了。 你上面的看不到了，哎，那么那么上面怎么？他一画呢，就派图，派录影带，它的旁边就是分了一层一层一层的，所以就是这样呢，才能够呢，就是有那一个的啊，呃，知道是现在到了什么位置。所以当你看到耶路撒冷现在来说呢，已经挖到那么低，好，他们就挖到新月的部分。那么你讲的不错。 有什么难做？他们去画呢？特别耶路上冷非常难做考古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地方都有人住了嘛，有人住的地方你不能进到他的房子，就是去考古嘛。很简单，有一个希罗亚的池子，其实希罗亚是池池的池子的现在去了，你只看到那个池子的，我大概哈、哦，大概你看到是六分之一那个池子的六分之一。 其他呢？不挖三圈，原来那个铁丝网的另外一边是人家的，人家不愿意卖给政府来做考古，他要保存。可能那个价钱不对了，可能那个是他不知道早先留下来的，可能是呃他什么价位有的等等。总之呢，他不愿意卖出去。那结果呢，你就停在那边。 啊，那你你不能用黑社会去教他把那个地方教出来，不可以。所以现在呢，只有三分之。如果有一天哈，有一个有钱的人跟他说：“我用什么钱帮你买？”哇，那个西罗亚齿花出来呢，一定是世界震动了，非常重要。好，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在人家的地方不能买，所以就不能花下去。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哦，还有吗？ 好，呃，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呃，这个问题就跟今天的课程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想知道，嗯、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啊、呃，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呃，迦南是上帝所应许的流牛奶与蜜之地，嗯，但是我们看到您展示的每一张图片哈、啊，都显示了这个荒漠化非常的严重。 那它是过去就是这样啊，还是啊、呃、这个经过历史的变迁哈，几千年的变迁啊、呃，到现在呃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或者甚至就是说圣经的上帝的应许啊、呃、是有别的意思。嗯，牛奶与蜜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奶乃是从动物。 就是提供出来，牛就是要奶，对吗？蜜呢，就是植物提供出来的。所以呢，以色列是一个有动物跟植物的丰富。所以因为这样呢，它就是称为牛奶与蜜的地。好，那当我念神学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呢，就泡了一一一杯的东西出来，我说喝什么？他说：“哎，牛奶与蜜。”哎，我说什么？ 但是就是因为他把蜜糖加进牛奶进去，他就说牛奶与蜜，是不是以色列很多地方的人都买买这个地方呢？不是，它有动物、植物的丰富。但是呢，除了这一个以外呢，其实牛奶与蜜呢，主要就是指到呢，就是北面，南面呢是思念的地方，思念以色列人的地方，北面。 就是以色列人呢，牛奶与蜜就是的祝福应许的所在地啊。那我在写了另外一本书，也就是我要明年教的课，有关圣经的植物。提到圣经的植物，就是先提牛奶与蜜。那提到牛奶与蜜，虽然有这一个刚刚的解释，但是呢，原来先知书的当中常常提到这一句话。 你知道最早的牛奶里面就是在生命记啊、哦，但是呢，在先知书里面，就是用这一根牛奶里面，来在提醒教导，更责备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离开神的话的时候所用的。所以呢，如果从那个意义啊、哦，从现在的环境，也这也是从先知的教导呢，那个牛奶里面呢，都有不同的概念。 所以现在呢，我们都去到啊、呃、以色列地，看见很多高楼大厦，当然就是这样。那以前是怎么样？以前你看过圣经了哦？他们就是十二个探子，抬了那个葡萄，两个人抬一个葡萄，你就知道那个那个是多么多么果汁的所在地哦。那在《生命之》呢也提到了以色列。 就是有七种不同的呃的、呃、农作物啊、哦，大麦、小麦、无花果、石榴，还有呢橄榄，还有呢蜜枣啊、哦，那所以这一些呢，都是使到这一个的地方丰丰富富成为牛奶与蜜的所在地。嗯，好，谢谢蔡牧师精彩的啊、呃、讲座和解答。啊、呃，那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 呃，下面就把时间呃交给蔡牧师，为我们做今天的结束的祷告。好，谢谢主耶稣给我们今天能够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来一同学习圣经。旧约、新约，太多宝贝的东西都在过去的时候埋藏在地的底下，但是现在考古家就把这一些就是挖出来，让我们。 把埋藏的历史了解清清楚楚，能够更懂得圣经所说的话。但然今天跟上个礼拜，也就是一个开始，让我们本着我们就是有初步的了解，刚刚刚爱爱上这一个的考古的认识，使到我们以后呢读圣经更有乐趣。我们为到以上的时间感恩祝福我们每一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阿有。<Amen. S 2> 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参与啊，我们谢谢 <Thank you. S 2> 啊，就到这里了。